车子那个车子可以用，然后也可以拿下来。欸、我们野营喝咖啡哦，喝那么久还没有看人家带那个虹吸式的出来，这是第一个啦。还整套的。对啊。现磨到啊。哎、欸，那还好你车上电够多。没有，我是拉这个电。我当然是用营区的电，我想要那供了。哎、欸，这虹吸式的，没有这一台的瓦数是多少？不知道，你就在用，对啊，那很不专业呢。是啊。对啊，那万一的你的逆变器挂了怎么办？哦，因为我说我就不敢用车上的。啊，你这没有在用车上吗？没有。所以你们出去也没用的。没有，我是第一次带出的。哦。分享。我看一下，我等一下帮你看一下这个。来。哎，这颜色很漂亮呢。就琥珀色的。对啊，这是哪一个？为什么？叫雪肤。人家水壶是琥珀色的、哦，对，没有浅焙的才会琥珀色。哦，这颜色很。你再来喝看，这个是你的咖，你的吗？哎、欸，大嫂。对对对，我老婆的。老板娘的。老板娘的、欸。对对对。老板，整壶都给你们两个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喝了，等一下我手会这样。不会。会抖。哇，刚好一。因为这水在上放着就好了，谢谢。然后我帮你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。再讲一下。哎，这额定功率才150瓦而已。对啊，我用了大概15年都不会坏。我们一般的那种500瓦的逆变器就可以用了、啊，小小的就可以用了。嗯，我不知道它。你车上可以用，你放心啦、啊。我用，但是我在家里面用了15年都没有出过。你车上100%可以用，这是小飞马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它有很多名字，有小飞马，有什么同一家都同一家，只是挂不同名字而已了。对。哎呀。这很好用啊，真的。好了，感谢你的咖啡，而且你这个东西也不错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阿中做的，就是可以折起来，对不对？嗯，车上就可以卡上去。折是这个把它拿掉折，这两个都可以凹，对对，就拿转开，就整个两个可以凹进去。你是卡在车上用的？对，就是卡在车上用。平常就把它拿下来就对了，就可以两用啊。哦，那晚一点我们再来表演好了。我没有啦，我把它卸掉了，我把那两个卡扣卸掉了。哦。后来发现这个太重了，这个实木的太重了。这是柚木对不对？对，都太重了。对啊。后来又改一个那个加重，再做一块松木的。哎、欸，柚木真的很重。很重。很重。如果你整车都柚木的话，你可能要乘5公分。对。对啊。要不要？嗯，要。会超过。你现在已经是你用的是实心那个木芯板，木芯板就已经4公分了。嗯，所以你用实木的话，车子太重，又加上水箱下去哈，哎、欸，哇！所以我们在讲说哈，出来玩哈，把家里的东西带出来，其实还是可以用的。不过哈，那个瓦数还是要注意的。对，瓦数要注意。我没有带出瓦数。你不要带的那个。没有，我这个最出门就不带虹吸的，因为是人多。是啊。哎呦，所以第一次哎。对，人多我才会带。哦。不然我都带手冲的啊。嗯。还有普通的。我知道，我们都带手冲的，很少人带虹吸的。好。是因为人多，速度要快。那我要来外送咖啡了。嗯。那。对啊，超体贴哦！人家那美酒加咖啡哦。对啊，你也听说这是大师煮的咖啡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就自己先喝一口。哎呦，好喝哎！可以，我们可以再浓一点就更好。嗯，这个淡。你这个用的比较淡哈。浅焙的。我说，我不是说浅焙可以再浓一点啊，我说里面的浓度啊。水度不要那么多。200就够了。我现在这样抓浑水煮刚刚好，如果你要浓一点变成水要少一点。不是，那水要再多一点。好、哦，水可能要再多一点哈、哦，因为他这个已经喝到中毒了。哦，你要重肥的话，就我稍微另外给你、哦。下午好不好？我们下午再来。下午茶时间。嗯，你要干嘛？我拿天幕啊。好啊，我来想办法。啊，天幕拿出来，吸盘拿出来。好，那吃完早餐，马上接的另外一道料理是什么？为了大厨准备的。什么？这是我们的中餐吗？没有，是下午茶。下午茶时间哦，为什么上午就要开始弄呢？因为我要备料啊，就你呀、啊，每一次叫我出门做这个，我当然要备料啊。那、啊、这一道到底是什么料理？嗯、老板娘的创意料理。对啊，因为大家有网络有食谱吗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我要准备什么？要
要准备什么？看你家有什么，如果有葱油饼就拿葱油饼，有蛋饼皮就拿蛋饼皮。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包类的，你就可以拿那个派皮，可是因为全年没有在卖派皮。派皮烤起来就会有那种千层派皮啊，你就可以带那个。那我现在用葱油饼，因为有车友带了很大捆的葱油饼来。你这个桌子真的很百变呢，哈。对啊，我这个还给你好了。桌子太百变了，什么都可以用。然后啊，葱油饼比较厚，我现在把葱油饼，我忘记没有那个擀面棍，所以我现在先把葱油饼退冰，把它弄薄一点。因为退了冰就可以用了啦。要弄薄一点，像这样。好。然后这个等下都还可以留起来用。我们现在在西边，这是一个西边啊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平林廊。那你看，我们做个简单的啊，所以这次是用磁铁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吸盘吸不了的，就用磁铁。然后遮单边的太阳，这样。这是我们的车，这是睡觉的地方。这楼要用几层啊？三到四吧。那你喜欢吃多一点的肉品，你就那个、全年的肉片嘛。这个肉片刷火锅还蛮好吃的，大叔超喜欢的。便宜又好吃的肉片。这叫什么肉？梅花肉片。不是梅花。它是写梅花吗？对啊，梅花的肉。行，好。铺几层啊？三到四层啊。对啊，看你啊，都可以。然后，那个现在全年呢、有卖那种很方便的那个沙拉吧。哪一种？这个。这是全年买的。我们一直帮全联打广告啊，不是啊，因为很多他已经有全联先生了呢，还有缺全联小姐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是因为大家说哦，去全联很方便，可是就是不知道买什么。全联要不要找你代言全联小姐？好像还蛮可以的哈。对，那这个呢，也是全联买的。全部啊，桌上全部都是。全部都是全联买的，包含这个什么？蛋沙拉这个也是啊。对。哇，掉了。都是就对了。这是马铃薯，我吃到马铃薯就是这个。对啊。没有，那天我们在家自己吃的是我自己做的啦。因为这次出门就没有，我就买现成的。那这里面有蛋。所以叫蛋沙拉。它用完之后呢？用烤的。等一下，其实这个弄完可以烤也可以煎，然后因为。我今天有带的气炸锅出门。你会不会太过分用气炸锅？对啊。你知道吗？有电就可以任性啊。不过先跟各位讲，气炸锅的耗电达到1000瓦哦。我们家那一台是1000瓦，可是市面上很多都超过1000瓦的。那你气炸锅，你如果买太高的话，还不适合啦。对。那这个气炸锅，因为这样讲好了，要找这一台最刚刚好。不然你再找那个出门用的电器用品哈，要慎选。我每次都好像随手拿出来用哈，事实上是我每一台都是慎选过的。选过的哦，用不完的电不代表你可以随什么东西都可以哦，随便的使用任何的电器产品，这是不行的。这样好吧，刚好等一下我们把它放进冰箱下午的下午茶。OK。就这样。好，那下午。